幸福啦，工作辛苦了啊！呀，你笑真美，往美丽吧你笑，干吗？那那说干吗？今个菜吃了差不多了，酒也喝好了，喝得了，把账结了去吧。啊？别说，我点了酒，你还叫我把单买了，你这有点不讲究了哈。不是我喝多了，有点口渴。上车吧，上车吧，来晚了。走。小的站的看不见是啊。真没看见。你今个咋下早班咋了？头疼了？啊？走吧，快点。咋？这绿红灯不叫走。骑了10公里啊，到这个住的地方附近了。看着堵车了，人家。拿一斤弄出来，拿那个整片的哈、啊。今天这个二强发工资了啊，二强安排菜我安排酒哈、啊，在这里吃吧，在这个叫什么？湘菜馆小农民。现在我们俩先到店里了啊，这里人挺多的，就餐的环境也挺优雅的。二强还在路上，他刚下班。点呗，哎呀，不用心疼钱啊。我们点了个皮蛋豆腐啊，还有一个醋椒鸡，还要了个酸菜鱼，肉末蒸蛋，四个菜就差不多了，就这样吧，先。二强下班了啊，菜也上来了，开始吧，酒开开吧，这酒你能开开了吧？一看你这都是没喝过好酒，研究半天研究不开啊！下我今个发现你这个牙咋真黄、啊？你笑笑，把牙露出来。呀！倒馒头中，今儿这把这一斤喝完。一斤。啊，一斤，你喝点不？啊？挣一百八，挣二两，中不？这个是什么鸡？甜酱油鸡啊，三黄鸡，来吃吧吃吧。他们俩说这个鸡的味道挺好吃，像我们一般没有来过这么好的店吃饭啊，今天奢侈一把，我给他点了一份大虾。这个虾是多少钱？48块是吧？你吃吧，俺俩先喝的来。你不配一个？我看那俩喝个酒都不香啊，这酒能好，那都品味不出来啊。酱香，人家属于酱香。你好不容易发回工资，再你一回，啊？点两个硬菜吃啥劲啊？心疼了好了。不心疼。不心疼吃吧。他这个没有刺的这个叫什么鱼？酸菜鱼哈。吃吧，看尝尝咋样。油的花椒味儿。上面都是花椒。无刺的啊。慢点吃，慢点吃。最后一个菜上来了，这个叫啥？焖蛋。绿蛋嘞。蒸蛋。啊，蒸蛋。给谁盛了这是？用碗吗？给我盛一碗，给我盛一碗。自己盛啊。吃别不舍得吃，等会儿不叫你买单、啊。
别吓了不敢吃喽。今儿我安排恁俩吧，还是啊？啊？来来来，行行行行，来激动了啊，喝了喝了，干了吧。你倒一半的，你也干了吧。下回请。嗯，他俩在说这个店的口味可以啊，没事，好吃的话以后常来我们啊。辛苦了，工作辛苦了啊。你小子美，往美丽吧，你叫干吗？那那干吗？呀，你还给师傅倒个酒啊？算了算了呀，别舍了，不用拉丝儿，这酒本来都好，咱不要炫耀。哟哟哟，中了中了，你再来，中了中了，吃多吃点儿啊。他这个今天心情不好，早点下班了，下班了没事叫个二强就出来整一点，不然的话天天上班太枯燥无味了。吃多吃点儿，不够了再点。手里点这个反正好吃啊。我点了蒸蛋都让恁俩给吃了。今天你永定安排了啊，不让他俩花钱，实力还是有的。吃了半天了，朋友们才想起来，这不是瞎扯蛋啊，这有虾，有鸡蛋，还有韭菜，这不是虾鸡蛋扯在一起了吗？瞎扯蛋。菜也吃了差不多了，你酒喝呀？我都干把一杯了，又倒了，你还没喝了，你这要的可以吧？来吧，干杯吧。不是，你是要的可以不？我啥要的可以啊？光知道吃了，撅着个嘴，光吃不喝，喝干了，你干了吧。我也是第二杯，干吗？会要你的第一杯，别他操了。第二杯。没事多发点视频，我那干。吃的不孬不？啊？吃饱了。还吃啥、啊？再加。我尝尝他这儿的米饭比尝尝的好吃。那没事，两块钱安排。今个这个做饭都是为你请了。知道吧？哎呀，一样的。今天嘴上抹米了，这是。实话实说啊。我今天嘴上抹米了，这是。学了点。你这学了不少了还。哎呀，啥洗了你还洗了跟那屁死了啊？他那会儿在老家喝酒的时候一喝醉哈。啊，我在老家喝醉了咋了？抱的。报了，媳妇儿，我错了，不是我错了，我错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我错了，笑死我了。你别搁那，没有这事儿。吃吧，又叫了一份米饭啊，叫一份直接干过来了一锅，哎呀，还是挺实惠的，我不知道多少钱。来来，这个傻徒弟呢，这没酒了，都倒完了是吧？什么没有？你倒人家干啥了？人你把鱼都淹死了，这样你知道吧？哎呀，你下快点，你喝酒可能那啥了。来来来，一大口中。一百，明天开始。我开始，我怕一口干了。啊，干吧你，我撸的了。别耍赖啊，脑不济了这。哎呀，你真这样吃法啊？这小子太讲究了哈，他喝了一半儿，哎呀，今个这一斤就得吃完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没吃饱，再点菜的话就太贵了，太消费不起了，有点。今天我安排吧，别叫二强花钱了。啊，吃完这份米饭，你把折。这都倒到里边半满，不能吃啊！我垃圾桶啊！不是那个酸菜鱼，你以为你不吃啊？啊，中！酸菜鱼这个汤不能弄点酸菜鱼啊！这猪值班啥样？他啥样？你知道不？猪这样值班的，带工来着，我带职带工。
你这一碗米饭三口吃完了。哎呀，我看见他吃饭我都胃疼。呀，真能吃。不中这菜不好吃。那我觉得好吃，那我挺正的，是不是？你觉得好吃不？不能不能。不中，我觉得不好吃。咋不好吃啊呢？你花钱了你都觉得不好吃了，知道不？一样的道理呀。不能吃，不能，今天吃不能，非常完美。哎呀，好吃啊，这一点也不好吃。不好吃啊，花钱的饭咋吃都好吃。酒喝了，年年有余，省点吧。省点吧，你省的太多啊。你一半吧，一半。这可是花钱买了这酒。啊。管哈是哪个哈是哪个。